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。时间悄然到来，猪年已经来到了数月的时光。年初一，一部《傻是佩奇》突然大火，让大家都开始沉迷佩奇，带来的影响也早已超出大家的想象。那么究竟什么是佩奇呢？你对他了解多少呢？佩奇究竟有多受欢迎呢？截止去年年底，小猪佩奇已经来到了180多个国家，这是第一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动画片，大家是不是完全没有想到呢？小猪佩奇讲述了佩奇一家的故事，而动画是正式将自己的家的故事与小猪佩奇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，所以说佩奇非常的接地气。而且英文版的小猪佩奇配音演员里竟然有两个3岁的双胞胎兄妹，大家赶紧看看别人的3岁，人家是大神，你却在活泥巴。除此之外，英国汉普郡已经开放了佩奇乐园，这个佩奇乐园已经开始运营接客了，相信很多小朋友应该都非常喜欢。既然有人喜欢佩奇，那么自然也会有人不喜欢佩奇。小猪佩奇里有很多学猪叫的画面，而没有判断能力的小朋友自然很有可能跟着学猪叫，这让家长们